有几个人说要帮忙解释那个，同胞蛮喜欢听的一首歌了，什么流星的祝福吗？哦，也就是那个什么，滴咪咪，努哇呀恩，那玛呀达萨库拉哈那，那首歌哦，我。废话不多说哈，马上解释。迪米米努阿亚恩，翻成国语的时候，就是我若说谈论到妹妹的时候，迪米米，就是那个妹妹的意思，然后努阿亚恩就是说，假如我在说的时候，我若说到妹妹的时候。滴咪咪诺瓦亚恩，就像樱花一般，那玛雅就很像那玛雅，多啊萨库拉哈纳，萨库拉哈纳就是日本话嘛，萨库拉哈纳，那玛雅达萨库拉哈纳，就像樱花一样哦，马努古巴楚南。但是我在看的时候，马努古巴楚南，就是但是我在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巴楚南就是我在看的时候，玛莎的秘密，玛莎就是国语的就好像玛莎，就好像是妹妹，玛莎的秘密，阿亚拉就是语助词，那个没什么意思，阿亚拉。已装啊，已足啊啊，就是说国语的已经有了，已足啊啊啊，哈罗是那个英文呐、啊、，hello 那个英文字哦，但是用那个台湾的那个口音去念的话，就变哈罗，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心上人，心上人就是哈罗。伊庄啊啊哈鲁哈鲁，已经有了心上人。萨达古达因啊，就是萨达古达因，就是，但是又怎样呢？萨达古达因，萨达古达因，但是又何奈？猫嘛啊瓦隆，猫嘛就是心态的那种改变。不是马连亮，马连亮是那种怪怪的，不是说，马连亮那个瓦隆就是说心怪怪的，那种怪怪的哦，不是那样子。就说猫马啊瓦隆，萨达古达因那猫马拉瓦隆哦，好不好？下一句是什么？萨迭们，就是说我们。萨迭们，我们那么求求，萨迭们那么求，不然我们就会在一起。萨迭们，我们那么求求，会在一起。包然都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包然，哎呀，包然都，未断。维段就是星星，哦，那个流星，听别的部落的同胞说是叫做里格翁，所以星星跟那个里格翁是有一点差别的。星星哦叫做维段，流星叫里格翁，这是别的部落告诉我的，我也自己也在学习的哦。包然多维。多那恩阿呀啦，达拉西巴次阿蒂嘎咪，达拉就是说就会怎么样，就会怎么样的意思。达拉西巴次，有同胞说是就会说次，不那次西巴次，就是次的意思。西巴次啊，蒂嘎咪啊，我的情书的内容会深深的会刺到你的心里面的意思哦。达拉西巴次阿蒂嘎咪，西巴次就是次，
digami， 那个日本字的信件的意思啊。然后第二段的是乌苏度诺瓦亚恩，乌苏度就是说我的心上人，我的男朋友，我的女朋友，古苏度啊，诺瓦亚恩就是我讨论到的时候，古苏度诺瓦亚恩哦，南玛雅多啊，就好像是的意思，南玛雅。就是国语的，就好像是，乌里马马拉，就是那个什么七彩什么阔头虫，那个我自己有播了，你们去看一下。说就好像那种虫一样，非常的亮丽，非常的显眼，非常的漂亮。那玛雅达乌里马马拉，乌里马马拉，就好像乌里马马拉，就是那种漂亮、那种光鲜亮丽的那只虫哈。Mano ku pacunan pai, mano ku pacunan，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 ，masa di mimi 就好像是 di mimi， 国语的妹妹。Ayalah ijuanga ijuanga， 就是说 ijuanga 啊 ，haru haru 也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 hello hello， 给他用那个台湾的腔调去念，把它念出来，就是。马萨蒂咪咪阿呀啦，伊祖瓦阿阿哈鲁哈鲁尔，那萨达库达因啊，萨达库达因啊，毛马郎啊，抓瓦隆尼咪咪，哦，萨达库达因哦，毛马郎啊，抓瓦隆尼心上人啊，抓蒂咪咪，毛马就是变心的心态的改变。Varum 就是心哦 ，Sa diamna 就是我们 ，diamna 我哩马丘丘 ，Sa diamna 马丘哦，马丘就是会在一起哈。Bauran 啊 ，Bauran tu vitu anna， 叫 vitu an 就是星啊，不是那个流星是另外一种说法叫 ligvum。Bauran bauran tu vitu an vi 星星 vitu an na en a en 是我啦哦。Darasi vusang 就是种子啦，种子就是说我把情书当作种子一样丢到你的心里面。Si vusang adalah tiga mia patah var pasal tadua kita tahu varu nga darasi vusang 那个种子哈，阿第一个阿弥，就是说，希望借由情书的内容哈，让我们的爱能够发芽，能够萌芽，能够，哦，这样子哦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懂了，但是说这是我一个诚意，不然我们那个台湾组的歌，真的是非常糟糕啊，哦，那个翻译真的，有时候蛮恐怖的不。哦，我也是自己也是在学习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母语吧。我也不是很厉害的，我是跟别的部落的同胞也是这样子在讨论，我们不要让母语变得非常糟糕，变得非常的那个见面已经不会讲母语这样子的意思哈。留心的祝福，所以改成那个星星的愿望，也就是说心愿。可能会比较符合一点啦，因为那个 Viduan 是星星嘛 ，Ligvum 是流星，然后我是那别的部落的同胞是这样教我的，说改成心愿好像会比较适合的感觉。OK 了，我就这样哈，这首歌解释的不是很理想的话 ，Davai 点那么呢，跟来多。Remanda da zwa kina sari shenan sinai， 抱歉啊，我翻译的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多包涵，我的诚意而已。OK， 谢谢。